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树敏牧区民捐小组的佩芬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参加生命更新营的见证。我在109年8月受洗后的一个月，就参加了生命更新营。今年的营会是我第二次参加，原本只是想陪小组姐妹，但现在我很感谢神，让我抓住当时的感动，再次回到生命更新营。因为第一次参加营会时，对基督的信仰、真理尚属懵懵懂懂阶段，这次营会的领受大大的超越了去年，感谢神。营会中预言服侍同工为我领受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1:6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当下我觉得神真的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也是用话语坚固我们信心的神。父神知道我近半年来因着环境变化及疫情历经3级警戒，实体改为线上，以致我常处在信不足的状态。从预言服事领受的经文中，我知道天父要坚固我的信心，要我确信有父神在，不用担心，要我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寻求他，亲近他，经历神是赏赐的神，是恩典满满的神。预言服事对我信心的提升帮助很大。营会后，每当我信不足或软弱时，就会祷告并背诵这节经文来坚固自己的信心，操练让自己平静安稳在神里面，让神帮助我重新得力，感谢神。在当晚的领受圣灵课程时，大大的医治了我，被圣灵浇灌充满医治释放。过程中我仿佛不断地在宣泄哭诉，因着在我生命河流中的一些不好的经历造成心灵深处的伤害，尘封已久的恐惧、害怕、委屈和苦毒等负面情绪一再地被搅动。感谢赞美主，在宣泄哭诉中，这些埋藏心底成年的毒根一一被医治、被释放，平息后心里充满了平安和感恩，感谢神。在营会教材中，我领受最深的一段经文是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罗马书8:14-15，心中明确地知道自己原是带着孤儿的心来参加营会，经过课程的教导、服事和领受后，已满载儿子的灵而归。这是我此次参加生命更新营最大的收获，感谢赞美神。鼓励大家来参加 M1 生命更新营，帮助你属灵的生命得到更大的更新与成长。谢谢大家。